的朴世俊九日为品牌代言现身站台，一身副会长 look 根本就是为西装而生的男人。虽然不是整套正式西装亮相，整身精心搭配，加上梳着半正式的油头，有哪个女孩抵挡得住他的魅力呢？尤其是朴世俊那不经意的宠溺笑容，圈粉无数，店的小编不要不要的，直盯着荧幕傻笑啊！Thank you.